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珍宝全在此山中。各位无甲汽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甲汽车赏车餐哦。我是甲哥，我会针对重点的方式来为大家介绍好车，让大家快速掌握这台车是不是您所中意的。今天要介绍的是2017年的 Lexus IS200T 2.0， 其主要特色是顶级小改款，配备大升级。在介绍内容之前，请大家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好车的机会咯，谢谢大家。超美 IS200T 2.0 汽油顶级版，全新小改款车型，改款后才有 ACC 跟车，车道偏移、冷暖通风椅以及自动远光系统，所以要买 IS200T 千万要记得买2017年以后的，才能多了以上那么多配备。再来就是因为2021年以后 IS200T 汽油版正式停产，新车销售仅剩下动能不足的 IS300A9 电款车型。内行的 IS 消费者一定都知道，汽油版拥有245匹超大马力、35.7 公斤米大扭力，且还挂涡轮增压加8速手自排档，绝对能够满足您的驾驭感。进入车内， IS200T 2.0 展现出 Lexus 一贯的尊贵与舒适，精心设计的座椅提供了出色的支撑力和乘坐舒适性，车内还配置了豪华的真皮材质和精致的钢琴烤漆饰板，营造出极致的奢华感。高科技配备也是 IS200T 2.0 的亮点之一，包括配备了触控萤幕的多媒体系统、智能导航系统和车载娱乐系统，让您在旅途中享受便捷的连接和丰富的娱乐选项。前车主还在购买新车时自费选配整合影音，内容包含数位电视、原厂高门导航、倒车辅助影像、行车记录影像导入画面、原厂车美式行车记录器以及 VIVO 顶级防爆镜面隔热纸，以上都变成您买这台车子的免费见面礼了。特别告诉大家，该车前车主为本公司小老板大学同学，保证当初购买新车至今一手车，因为爱露营且增加二宝所谓进阶特斯拉休旅车，所以才会卖给熟识的我们。以上前车主简介绝对属实，可提供证明，绝非创造故事。以上就是这台2017年出厂的 Lexus IS200T 2.0 的重点介绍。只要跟我们购买二手车的朋友们，即可享有6项顶级尊爵，专属无甲金质保证。第一项，7天700公里免费鉴赏期，不满车况可全额退车。第二项，购车一个月所有消耗品，无甲全额负责。第三项，来电现场审核贷款条件，立即知道是否过件，感受即过件。第四项，全店车辆送检最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 ，yes 第三方汽车认证。第五项，信用瑕疵、信用不良可贷款，无甲作为您可靠的后盾。第六项，提供原厂保养记录，无甲为您严格把关。SUM 领先业界推出里程保证承诺，五大保证与五大保固，请大家安心买，放心开。我们全厂车辆接送检最公正的 ES 第三方认证，保证全车原版件，无事故、无泡水、无车身引擎非法变造，请您放120个星，绝对让您买的安心，开的放心。这台2017年的 Lexus IS200T 2.0 我们开出特惠网友价99.8万，中古车市场 IS 系列汽油版的认证好车，真的可遇不可求，是不是超级佛心呢？我们无甲汽车专营特别漂亮的稀有车种，好车就该您的积极出手，才会比别人更幸运所拥有。对了，提醒一下，只要您跟我们销售专员说您是看影片来的，即可享有网络专属优惠哦，赶紧来跟我们预约赏车吧。以上就是这台2017年的 Lexus IS200T 2.0 的全部介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回再见咯， See you。 二手好车尽在无甲汽车，实在就是 SUM。